恭喜咱们的小卤肉饭熬的差不多啊。嗯，咱们的一个小伙伴想看台式卤肉饭，今天去超市啊采购了点设备啊，现在开始弄。今天咱们搞一个简易加长版的，先把五花给它切成小块，然后准备点香菇给它切一下，给它切成这种小颗粒，然后准备点洋葱，然后准备点姜，咱们给它切成片，姜要少来一点，咱们稍微来一点点底油啊，咱们给锅里边来两个大料罐，咱们把大料罐炸黑以后啊，给它捞出，然后把五花给它下到锅中，咱们把五花煸炒至这种微微焦黄以后啊，给里边来一块这个红糖，继续给它简单煸炒一下，这红糖啊硬成那种硬疙瘩了，然后把洋葱和姜片给下到锅中，反复给它煸炒，然后来点生葱，开大火了，继续煸炒，来点老抽调一下颜色，盐调一下味道，蚝油，接下来就是咱们的小香菇，一并下到锅中。小火，咱们再咕嘟一个小时，然后咱们把鸡蛋给下到锅中，盖盖，咱们再给它咕嘟十几分钟。恭喜咱们的小卤肉饭熬的差不多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。再尝尝咱们的这个卤肉饭啊，这个卤肉卤的怎么样？哇，味道恰到好处啊。这肉质啊，经过长时间炖煮啊，相当软糯啊，而且没什么油性了。给大家随便展示一下，用筷子就可以夹碎啊，相当软糯啊。其实这个卤肉饭其实就是一种盖饭，这小香菇必须搞一搞，非常 nice， 必须这连汤带肉啊才能非常享受啊，让他们好好的交织拥抱在一起。再来一奶奶小青菜，烂腌菜，来点烂腌菜的汤，去腥解腻啊。相当酸爽啊，我跟你说，酸菜的汤，泡这个真的绝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咱们这个卤肉饭就得拿勺子吃。太烫了，来点烂腌菜酱凉面，哇，最近也是有点虚啊，这汗都有点迷眼睛，
这个卤肉饭，我觉得就被肉和饭拌在一起，哇塞，又有点米眼，又有点米眼浆。咱们把肉和饭拌在一起，来点蓝腌菜，配合上这小油菜，咱们荤素搭配，营养美味啊。今天在网上订了一只外地的小羊啊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和我们内蒙的有什么区别。这样直接把这小羊给烤了，我联系一下我大强哥。这洋葱啊，咱们切上半颗。疙瘩瘩。切成小片。然后稍微来点水，咱们给它攥出水来。接下来咱们把这些葱姜给小羊做一个 SPA。然后咱们拿这个小刷子，然后把咱们秘制小料给它刷到羊上边。接下来咱们准备点火仪式啊。你吃这一碗了不？尿急了。这一碗弄尿急了。绑好以后啊，咱们直接给它上炉。这小羊已经上架了，接下来咱们盖盖儿，给它转上981圈。行了，就这么点够了。嗯，看看这个小颜色，金黄酥脆。现在大强哥开始用刀刀吧，这个不用刀刀，用剪刀给大家划一下这个
再给小羊刷一遍小油。哎呀，出炉了！什么梗？对，接下来咱们把这个小彩椒给它撒上去。小彩椒撒一撒。Hello Hello， 大家好。开撕吧，大强哥，我也是，我先少来点。没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先吃个小腿的。嗯，好。你也来个小腿吧。来尝一尝这外地的，这外地的全羊，这个羊。反正确实没有内蒙的好吃、啊、这是乌拉贵的，嗯，这就是网上说那个乌拉贵的那个吃四场那个羊，哎呀，很垃圾，嗯，不要买，烤这种就不行，是啊，我给你弄点撒料去。行、嗯，不想尝？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这个，这羊的腥气怎么这么重？还真不知道奶香味啊，什么意思啊？OK， 料不错，嗯，肉也还行，还算有点嫩，但是味道垃圾。在咱们这儿吃一个买一个腰一千二，烤出来一千七八。嗯，你说你冲我说500块钱买个腰，在那吃什么？这个味道是确实是不好吃啊，这个极其腥，这个腥味不知道这么大，怎么这么大？我长那么大没吃过这么腥的这个羊肉，然后它这个膻气很重啊，而且咱们今天也腌的时候料也挺重，其实我们内蒙羊烤的时候啊几乎都不怎么腌，对，这个时候就撒点盐，撒点这些，咱上一期你老外夫那个羊，嗯，那就撒了一把盐嘛，对，有点盐就 OK。这个是做的麻辣味的，对，你要爱吃辣椒来点辣椒，哇好，这个真的是压不住，这个我都感觉这个调料味已经很重了，嗯，然后压不住这个腥味，今天晚上找几个兄弟一起解决了算了，以后这咋再不吃这种便宜，这种羊不能照顾人，这真的是这个肉很嫩，就是咱们本地的羊不是特别嫩，咱们经常烤的羊没有这么膻，嗯，这就是500多块钱、啊、一整只羊，在我们这儿，你花500多可是买不上一只羊，对，最多买个排。这个排很小，比我这个手掌稍微大一点。所以咱们俩跟内蒙人，我说买这500多块钱一只的羊，这个失败了，说的太败了，嗯，太失败了。那怎么着吧？今天晚上找几个兄弟一起把它解决了，算了。太难为兄弟了，嗯，就是好兄弟有难同当。本来准备省点钱。经常吃一只羊花好几千，对，这一下花500吃一只羊，嗯，然后是这个效果，对，这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，我觉得不好吃，然后这个，你看这个羊腿啊，嗯，羊腿跟咱们鸡大腿差不多，看也是一个手掌，嗯、跟个大鸡腿一样，德克士的那个手枪腿，嗯，肉相当嫩啊，但是这个。肉挺嫩是，然后这个是昨天晚上泡了一晚上是吧？嗯，昨天晚上拿水泡了一夜，然后早上又，因为卖家说是让泡一夜，说出出血水，我说，
我觉得同意的，同意了以后就这个鬼样吧。我看评论区很多好评的，哎，这纠结，算了，这么着吧。你以后要是买这个，你就不要叫我了。好，哥。